欸你，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唇语游戏，可以吗？第一题，仔细看哦。凤梨。哎呀，厉害！第二题哦。冰箱。欸、你很厉害耶！第三题。喂。我也是。我也是。你说话怎么卡？哪里？哦，你戴帽子的。有啊，有啊，哪里？你的眉毛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。妮妮，嗯，你知道你姓什么？姓林。那爸爸应该也姓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遇见你之后呢，我就不姓林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变姓。你不要留一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留一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